11日，赖冠霖通过个人 ins 公开了两张照片，照片中他在录音室里戴着耳机，十分认真地进行着录音，并以修长的身材展示了偶像的风采。看到照片的网友纷纷留言说，冠霖要出 solo 专辑吗？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录音，但是为你应援，超级期待小林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